亲友们，观看本集视频之前，再帮我按个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吧。亚历山大·阿廖星，原俄罗斯人，后来代表法国，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，主动发起进攻，可说是阿廖星的标志性奇峰。本次对局选自1922年维也纳的一场国际赛，扯白的是维也纳西洋棋大师汉斯·克默赫，扯黑的正是本次主角亚历山大·阿廖星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看对局吧。汉斯走起后前兵，阿廖星出骑士，汉斯出骑士，阿廖星站起中心。白方后翼弃兵，黑方架起小兵 C6， 走成了半士大夫兵形结构。白方中心兵站起来，黑方主教 F5， 白方出骑士，黑方架起小兵 E6， 白方出主教，黑方骑士连环。白方换位置，黑方主教复活。对局到这里，双方的开局大致完成了。而白方计划在现代人眼中比较常见的是架起小兵 B3， 未来做啥呢？未来准备就要走起主教到 B2， 然后准备将骑士往前摁。为什么可以往前摁？因为借由小兵还有主教资源，就摁在黑方的中心。未来准备就要将兵飞起来，开始准备试着给黑方一波王逸兵掏进攻。这个也就是现代人最主流的，先暂时不复活白鸽主教，而是复活后翼堡垒主教，开始给黑方的王翼施加压力。而黑方呢？黑方的计划不外乎就是未来有可能试着就要爆破中心，未来准备试着爆破中心，从中心试着做反击。了解双方计划之后，让我们来看实战。这里汉斯他没有走出现代人最常见的选择，而是选择他当时研究的小兵 C5， 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想碰个主教带先手，然后把主教拱开之后，准备发起一波后翼兵掏爆破，不打王翼，而是选择先打后翼，试着让黑方的后翼 ABC 兵形破掉。然而这个计划在这个局面下却是不可行的，为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下去。现在阿廖星趁胜追击，走出这手骑士往前摁。现在阿廖星其实有很多选择，好比这时候换位置，然而阿廖星却不换位置，选择的是骑士往前摁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这手棋就是要问问阿廖星的对手汉斯，你要不要交换？你不交换，准备就要补一只骑士到 C3， 碰个白鸽主教，把这只白鸽主教给交换掉咯。那如果对手交换呢？是的，实战对手就是选择交换掉。这里各位棋友不妨暂停一下，来思考看看阿廖星选择谁交换这只骑士。各位棋友，你们想到了吗？很多选手都会选择自然的主教交换，不就保持兵形完整，黑方没有任何问题吗？然而阿廖星却没有这样做，阿廖星选择的是兵桥过去。各位，你们看看这手棋，第十回合阿廖星做出了重大抉择，小兵敲过去。为什么阿廖星接受要中心叠兵呢？因为阿廖星准备就要发起一波中心封闭王翼进攻，小兵 H5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阿廖星准备使出当时100年前很少有人有的一条观念。什么观念？想要攻击王翼前，要先确保中心封闭，而阿廖星已经确保中心暂时封闭了，是吧？白方暂时无法打开中心，借由这只翼兵摁在这里，借由翼兵摁在这里，让黑方中心暂时封闭。只要中心封闭的够稳固，黑方甚至有权利选择不入堡了，延迟入堡，直接一波快速王翼进攻。配合这只黑鸽主教，配合这只主教，配合这只城堡跟这只骑士，还有皇后，是吧？让我们来开始看这个局吧。现在轮到白色，白色汉斯也发现尴尬了，想出赶紧阻止，走起 F4， 而阿廖星趁胜追击，走出这手小兵G5，强行爆破。如果白方选择兵敲兵的话，黑方可就顺势一个皇后补位，全家人都要开始一波王翼兵掏开线进攻了，是吧？所以这里汉斯他也不敢交换，他不敢交换走什么呢？他走的是小兵 G3， 想说赶紧保护一下。但是看过我上分系列都知道，当你王前兵停得越多，越容易成为对方的开线攻击目标。各位，你们看看这个局面，你们觉得是阿廖星的中心王危险，还是汉斯的王翼王危险？各位都能体会出来吧，是白方的
北方的王陆宝反而没有安全，而是很危险，因为他的王前兵都飞起来了。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，轮到阿廖星，阿廖星趁胜追击，补出一步骑士往前翻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阿廖星可以弃兵呢？因为对手如果真敢持兵的话，阿廖星准备继续骑士往前翻，是吧？准备翻个抓双，准备皇后先弃后续吃过去，继续寻找开线攻王计划。这里白方可就瞬间再见喽。于是黑方这个威胁，白方也不敢敲过去，想说赶紧复活武器，复活堡垒主教。轮到阿廖星，阿廖星趁胜追击，小兵敲小兵。轮到白方，白方选择的是一兵敲过去，阿廖星趁胜追击，小兵强行爆破。现在白方选手根本不敢选择小兵走居士封闭局线，如果白方想说主教皇后护个居兵，想说封闭局线，黑方阿廖星准备就要保居吧，准备借由这个牵制做计划。如果黑方看到白方选择小兵给兵生根，黑方准备继续趁胜追击，骑士往前翻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白方可以再见认输了。黑方准备威胁 F4， 黑方准备威胁个骑士一三带抓双，是吧？黑方的威胁白方太多，很难守住了。于是在这头小兵 H4 之后，黑方这个威胁白方不敢选择防守，而是开始试着寻找反击机会，走出这头后壁山。做啥呢？白方也想反击了，就想照他的原定计划，试着中心爆破或是后翼爆破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。黑方阿廖星趁胜追击，直接兵敲兵，对手兵敲兵，阿廖星骑士往前翻，对手骑士往前摁，想说摁过来准备封闭这只黑格主教，但是已经没效果了。阿廖星很简单，亮开城堡了。城堡需要配合谁呢？是的，就是配合这只 Q。只要将 Q 翻到 F6， 翻到 H6， 随时准备后 H1 后 H2， 准备随时就要杀起了。白方还试着挣扎着走出保 F2。 轮到阿廖星，这里各位棋友不妨暂停一下来思考看看，这里黑方有很多选择，而阿廖星他走出什么快速入局手段呢？各位棋友，你们想到了吗？阿廖星走出这手主教强行炸兵。各位，这手炸兵白方几乎可以认了。这手炸兵如果白方不敲，直接多了一只王前兵，如果白选择保敲，直接损失宝。那如果白方选择居兵敲的话，实战就是选择居兵敲，黑方阿廖星强行补个后 H4。 这手棋一来这里，黑方就准备干嘛？准备后 H1 叫杀棋。对局至此，对手挣扎了一回合，将军黑方一躲王，黑方躲王准备随时叫杀棋，随时城堡补个位带先手。看到这里恨死受不了，直接投降。